第二行第二个字"干"应该是干燥的"干"呢，喉咙干燥啊。脸红。有人说耳鸣是脑供血不足，耳鸣脑供血不足，那心肾不交，心肾不交，肾阴虚啊，肾阴虚。第四行第四个字"干"是干燥的"干"呢？可能是说尿，小便黄，大便干燥呢？阴虚就是汁液。汁液比较，精力比不足了。阳虚是功能弱了，阴虚是精力啊，精力滋养的物质不够了。